嗨，我是大叔。快过年了，居家都应该大扫除完了，该布置布置过年的气氛了吧？喜庆灯饰，簇新的桃符，迎着兔年的到来，居家花艺的色彩就可选择橘红色系的花材来做搭配，大气的红掌，吉祥的黄金橘，富贵的大花蕙兰，祈福的灯台木，热闹的红蓝，赶紧把家中一年只用101次的花器寻找出来，由下而上的插出蒸蒸日上的居家花艺。过年嘛，不就是图个红红火火，吉吉利利。大叔先祝福大家，兔年来图个喜气。